就比较有机会。对，因为在那个区间的时候，其实球队就知道他那个区间的作息是这样。这球，扑下来，再传一雷，哇！这次直接没收了安打。林培伟精彩的 nest catch， 再加一个快传，抓到了第三个出局数，三上三下。目前的比数还是同时两分的领先。